三四五六七八，先扶着，把腿呢伸直了，脚尖是绷直的。我叫卢文镇，是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。2016年2月，来到了玉狗梁，因为这儿完全靠天吃饭，没有一亩水浇地，离县城呢还有60多公里，只剩下这些留守老人和这个妇女。贫困发生率已经达到了55.9%，因命致贫呢就占了60%多。这儿呢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你进家吧，是吧？哎，进家进家，然后上炕上炕，你上炕你就得什么呢？盘着腿坐。我就发现大婶呢盘腿的时候，那个腿特别平。哎，我这时候我脑子里边突然想到那个城市里面的瑜伽，后来我就半开玩笑的就说，将来教给大家练练瑜伽，怎么样啊？但是这个瑜伽呢，跟城市里的人可能是瑜伽不一样，就借一个瑜伽的概念，目的是让大家锻炼身体。咱们先把身体锻炼好了，最起码是少生病，少生病就可以少花钱，那么身体好了，将来有了项目就可以挣钱。来了好几种扶贫队，给咱村带来了好呀，我心很气象。地狱不要把那精神就面貌换，组织起这老年人来把一个玉狗家练。实际上提前他身体又没生好，这腿腕子紧疙瘩，这里这儿这疙瘩都劳动，是都这儿这疙瘩，后这连瑜伽连的就不知道咋这个自然而然就没了，不给儿女们添麻烦，这就给国家减轻了负担了，这才是重视了。哎，变化太大了，娃儿连个个开始打过这个腿疼，一气短。这会儿练瑜伽练的，我这会儿首先这个腿不疼了，这会儿气就又不断了，身体可有精神的了。我要从佛友啊，有时间我就转地来鱼竿，就是哦练气。要在家来嘛，平时也是没事儿干了，也是在院来呀、家来呀，要么在家来到练开，要么就在科所。哎，动作也很，好像是来是几次做，也好像是做这会儿做动作也不难的。这个劈叉呀，这个倒立呀，哦，绳子反正也是，或者做出来也是，好像做的时候也不难。很多人都在关心，就是说我做这个瑜伽，究竟跟扶贫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们练瑜伽，很多人知道了玉狗梁，那么现在我们又种了藜麦，还有我们这个土豆。那么就有很多的人来想购买我们的这个农产品，这样我们的农产品有了销路，你不就有了经济收入了吗？通过5年来的这个实践，一个说瑜伽扶贫，从一开始很多人的质疑，逐渐的，首先是玉狗梁的乡亲们都认可了，也逐渐被社会所认可。输血不如造血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造血工程。最后让乡亲们自己能够按照这个思路然后往前发展。